老刘那儿有什么消息吗？名单上那帮文艺人士已经转移到了白石龙，接下来的转移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但是还是出了点小意外。什么变故？其中有一对走陆路的人马被驻守在情报站的日军抓获了，有一名同志为了掩护大家，牺牲了。他们负责护送的两名学者。 和另外一名咱们的同志被关在了西环羁押所。少爷，该喝药了。西环羁押所，你确定吗？确定。小峰，你这样啊，你跟你姐可以去找蓝豹，但是切记，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冲动。关于大遣法，我会尽快与组织联络，制定出一个营救计划来。好，去吧。 可是我们怎么发报呢？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只能铤而走险了。少爷，先喝药吧。 電話出てきた。マロです。まだ動きがないのはなぜ？陳六清、该来的总会来的。監視を続けて。はい。 キムデンに動きありました。方位と距離は？西南東、4、5キロです。いいえ、西南方向よ。距離は3キロ。西南方向、3キロ。西南、1.8キロ。 1.6キロ、 1.5キロ、 1キロ。 まずい、無電が消えました。 蓝豹，我问你，查封星河会的仓库抓走我们的兄弟，是不是你干的？是我。怎么了？哼，你好歹也曾经是我们帮会的一员，一定要这样赶尽杀绝吗？赶尽杀绝。 你们是一个！“赶尽杀绝”这四个字，是你们送给我的。我只是如数奉还。蓝豹，你信不信我再剁你两根手指？小哥。
好，你奉还，我接着。但你一定要这么卑鄙的手段吗？靳大会长，你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了，出来跑江湖，本来就是有今天没明天，成者王侯，败者寇这个道理，你们应该都懂了。卑鄙，我卑鄙又怎么了？只要最后站着的人是我，那不就结了？小哥，没必要跟这种小人废话，我们走。选择很正确，不怕实话告诉你们，今天我要是出不了这个房门，你还有你还有你们星河会所有的兄弟都要给我陪葬。你说什么？走。不送。日本人那边传来消息，他们准备把西环羁押所的人押运到婆罗洲去当苦力，明天早上船会从维港码头出发。日本人为了达到削减100万香港人的目的，接连派出宪兵队和宪察队在街上随便抓人，一部分直接押解离港，而另一部分直接用帆船强行拖入公海，砍断绳索任其漂流，有的甚至直接用火焚烧或用炮击沉。香港的百姓就这样在海上变成了孤魂野鬼。再这样下去，香港会变成一座空城。组织今天晚上就会给我们消息，你先去吧。好。姐，我刚才看了蓝豹那张脸，我就想吐，真是把我给气死了。来，来一碗吧。哎，老板，给我加点辣椒呗。好嘞，谢谢啊。我跟你说啊，要不是我看着蓝豹他有双重身份，有军统还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我早就一枪崩死他了。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要不我们找找薛平？不行，这个真不行，他已经够难的了。你说的也对，不能叫薛平。别说他现在不在军统了，就算他还在里面，他跟蓝豹也是两种人，也帮不上我们什么忙。再说了，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自己解决，不能拖别人下水。哎，要不然咱们找找姐夫吧。不行。怎么就不行啊？你看啊，姐夫他虽说是咱们星河会名义上的管理者，但是你出事儿了呀，姐，他能不管吗？你看看啊，之前你哪次出事不是姐夫救的你，对不对？我估计他现在比咱们还急，你信不信？透彻！你小子想事情想得够透彻的呀！别吃了，赶紧走。我扒两口，姐，你等我一会儿。快点，我饿死了。多少钱，老板？5毛。嗯，好。蓝豹，这些都是你的。站长，您给我的可真不少啊。这些都是你该得的。顺便多问一句，你真的打算跟日本人做生意吗？只要有钱赚，跟谁做生意不都一样吗？现在国军消极抵抗，我对军统已经失去了信心。况且这场旷日已久的战争，谁输谁赢，说不定。我跟你说过，战争中
活下去是第一要务。我想活下去，我想让我们大家活下去。我想做一个世界主义者，多挣点钱，找个机会到国外去。我就不信了，找不到一块没有硝烟的净土。那薛平呢？啊，他呀，对军统还抱有幻想，而且是个民族主义者。这次没能救出于仲平，他很内疚，主动要求返回星河会。什么？你让他回星河会？我就知道你会激动，所以我才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是，是我同意他回星河会的，这样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报。况且，唐风和晋香身份太可疑了，怎么，有疑问吗？蓝宝，难道你不想为你的那些兄弟们报仇了？行，你去跟宫本说一下，只要他同意，我可以和他见一面。小峰，把你的脏衣服给我，我拿去洗了。不用了吧，我衣服都是我自己洗的，我都习惯了。干嘛？你自己闻闻看，吹什么牛呢？都有味道了。还好吧。我刚刚在门口，可等了你好久呢。你那些兄弟就是不让我进来。你说。你鬼鬼祟祟在做什么？没干嘛。你今天吃完晚饭之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还以为你心情不好呢。本来想来问问，到门口就进不来了。我就是吃完饭有点困了，然后我就回来休息嘛。兄弟们可能是看着我把门给关着了，就不想让别人来打扰我吧。哦，我是别人了。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薛平。那，你这样，我一会儿就告诉那帮兄弟们，我很严肃地告诉他们，我肯定不会让这种事再发生，行不行？这也差不多。行了，我先去洗衣服了，你赶紧的把这衣服脱了，给我送过去啊。最近日本人的监测手段越来越诡秘，我心里不踏实。怎么样？
愛媛店が動きました。目標確定。速度を上げて。313、5080。1.3km。5080。1.1km。この近くです。周波数を上げて、はい、確定を急いで。わかりました。这附近有干扰源，干扰频率十分强大，根本无法确定碟台的准确位置。言って、この部電はどこにあるの？詳しい位置は分かりませんが、この近くにあるはずです。兄さん、どうしましょう？他に方法はない。始めろ。私がいるここを中心に前後左右4つの十字路を封鎖、同時に調べて。清泉調査、区画が広すぎます。建物も多く、封鎖するには人手が全く足りません。ごたごた言うな。人手がないなら近くの建物から調べるんだ。一棟残らず調べて、必ず無駄の人間を見つけるんだ。はい。一体二体前方空気を調べろ。三体後方を調べろ。四体は私についてこい。五体残って少佐を守れ。はっ。行くぞ、駆け足。电台处理掉，然后在爵士酒吧等我。如果销毁了电台，想在香港再找一部，可比登天还难啊！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了，你赶紧去。这边请，我给您拿下菜单。好，请稍等。先生，请问您喝点什么？给我来杯 whisky。好。ここでぼさっと突っ立ってないで。早く無駄を探してちょうだい。警備なんていらないわ。聞こえてるの？はっ。清泉少佐、重大な発見が。何なの？不審物が見つかりました。どこで？前方の空気です。案内して。はい。少佐殿、そこです。そこです。
犯人は捕まえたの？我々がこれを見つけた時には怪しい者はいませんでした。私が知りたいのは犯人の行方だけよ。捜査、捜査殿、前方でこれを見つけました。行くわよ、ジャズバーに。はい。急げ。もう閉じろ。早くするんだ。おい、下がったろ。下がるんだ。我们要出去。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去啊？你们有什么权利拦着我们啊？打马里，萨格兰卡。东西都处理好了，但是前后门都被封住了，外面全是日本人，我们出不去了。Waiter， 哎，给这位先生来杯酒。好的，坐。加一杯。好。大马兰卡，让开！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去啊？人が多すぎる。一人ずつ尋問するしかないわね。少佐、ジャズバーを全面的に封鎖しました。ジャズバーから突然出て行った者はいるか？要注意少佐。見回りがずっと巡回しておりまして、出て行った者はおりません。誰も出て行ってないとすれば、探したいものはまだこの中にいるということだ。純子、こんな風に公然と逮捕しては騒動を巻き起こしかねえ。俺も将軍に説明すか。そうね。面倒を起こすことはやめましょう。もっと仮っぽくていいかも。探して。好。叶少佐，池先生，这么巧。是啊，这么巧。这么晚还在执行公务啊，太辛苦了。叶少佐，这位是你的朋友吗？为什么不介绍一下？啊，春子，这位是池城池先生，大名鼎鼎的中日亲善大使，我经常在这样的地方碰到他。像这歌厅酒馆算是他的半个家了。叶少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呀。你当着这么漂亮的女士面前这么说话的话，你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的。我呢虽说看似有点纨绔，但是毕竟也是留过洋的，不像叶少佐说的那么不堪。池先生，我并没有那个意思，毕竟我们的几次碰面都是在这样的场合。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大世界合作的那时候，異常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当然记得了，怎么可能会忘呢？叶少佐，难道不想给我介绍一下这位美丽的女士吗？池先生，这风流的毛病还是没改啊。清泉少佐，我们军政厅新来的电讯科负责人。哎呀，军政厅。不仅藏龙卧虎，还有这么美丽的高手啊！这样吧，改天请你到池公馆一坐。好，没问题，
那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有……我知道你们还有公务在身，就不打扰你们了，告辞，告辞。好，等一等。清泉少佐还有什么事情吗？我们刚刚缴获了一部共党的地下电台，根据时间和路线推算，他很有可能躲在这里。清泉少佐的意思是在怀疑我？没错。池先生愿意配合一下吗？纯草。你可以问叶少佐，我一向很配合你们，但是我身为中日亲善大使，这么做不合适吧？越是亲善大使，越应该配合帝国的行动。如果池先生没有问题，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况且，如果我亲自动手，池先生还会觉得没面子吗？如果是清泉少佐亲自搜我身的话，那是池某人的荣幸。来吧。お前たちは彼を調べて。はい。转身。少佐、ありませんでした。我可以走了吗？接着，池先生，你的右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麻烦你打开，让我看一看。清泉少佐真的想看吗？没问题。送给你。池先生，你就不要再逗我们开心了。如果不想自己身上惹麻烦的话，现在赶紧离开吧。叶少佐，你不要那么紧张嘛，开个玩笑而已。不好意思，告辞，告辞。油腔滑调，佐藤将军怎么会选这种人当亲善大使？怪不得小脑的建设一直毫无进展。春子，你刚来，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池先生跟佐藤将军的关系很好，他之前确实帮过我们很多。多少？二七三九，二六七三，三六八二。上级党组织对香港百姓的生命安全十分重视，在这次大遣返中，我们的祖国敞开了胸怀，
接纳了所有入境的难民，并把他们安置下来。对于日本人海上的暴行，上级党组织会慎重研究应对的办法。总之一句话，绝对不能让香港百姓葬身大海。二三四六，上级党组织让我们尽快救出关押在西环枷锁的两位学者和一名同志，同时我们还要救出星河会的兄弟。可是我们已经丢失了电台，下一步怎么联络呀？我会尽快再去找一部电台来。你去通知小峰和老刘，让他们尽快过来。我们商讨一下码头的营救方案，明天开始行动。好的。我就不明白了，眼看着就要锁定敌人电台的位置了，可后来哪来的干扰啊？中环大道是香岛最热闹的一条大街，它附近有非常多的大功率电器设备，势必会影响到侧向车的侧向电波，有什么好不明白的？冲哥，我觉得那个驰骋肯定有问题。幸亏你用干扰器及时发出了干扰，否则纯子一旦确定位置，我们的人就不好撤离了。这也多亏了你提醒了我，只有制造了混乱，向我们的同志发出示警，才能让他们发现危险，及时的撤离，我才能够想到用这个干扰器去影响侧向车的准确方位。哎，你在酒吧的人群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同志？没有，酒吧里的人太多了，根本找不到他们。不过我在酒吧里遇到了驰骋。驰骋？就在我们今晚锁定的那块区域，恰巧他和他的管家都在，而且就在他们的古董店旁边。我觉得这件事不会那么巧吧。你是觉得驰骋有可能是我们的人？没错，这段时间驰骋的一言一行确实值得怀疑。不过我感觉他也在怀疑我。怀疑你？他为什么要怀疑你啊？你不用这么紧张，只是怀疑而已。而且我保证我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手上。不过今天我们的人失去了电台。小庄，从明天开始你要密切的留意黑市的情况，还有这个驰骋和老魏。放心了，我一定会派专人盯住他们的，倒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叶冲和驰骋互不知情的情报传递中，我党在广东和香港地区的抗日行动顺利进行，严重破坏了日军的大遣返计划。以港九大队为主的抗日武装力量成功营救了在港的文化民主人士和无辜百姓。
会长，会长，我们得救而归，特意前来向您报信。就你们两个人获救了吗？其他兄弟呢？不光是我们两个，其他信和会的兄弟和所有被押上船的香港百姓已经全部获救脱险了。到底怎么回事？快跟我说说，是谁救的你们？香姐，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是的，救我们的人始终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叫大屿山的渔村。为了不让你们担心，所以我们俩才潜回香港向您报信。那其他的兄弟和那些获救的香港百姓呢？他们担心那些获救香港百姓如果返回香港会遭到日本人杀害，所以已经护送他们去内陆安置了。不管怎么说，你们这么多人目标太大，香港是暂时回不来了。费堂主，你派人连夜带他们去澳门，你们在澳门分会先安顿下来。好，两位请随我来。费堂主，多带点吃的，兄弟们一定都饿了。好，好。备车。各位，送出去的学者和星火会的人都安顿好了吗？老刘已经派人送到广州了，星火会的人都去了澳门。你怎么突然问这个？我是担心日本人那边还会有什么小动作。这样，那个，你先回去。你啊，是你，我知道是你。是我什么呀？是我。只有你，这个世上只有你会为我做这些事情。是你，你的遣返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在矶谷总督面前有点面子？将军，此事事发突然，但不过好在我们已经知道是谁在作案了。你早就知道有一支东江纵队的反日力量在不断的活动，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为什么不能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一地步才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吗？